宝石买，宝石来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宝石来了。好，宝石来了之后呢？现在，转让是在哪里？盒卡，我就来转让。啊，我就来转让。用彭正明跟他转啊，彭正明转中信兄弟，希望他可以带出的，就是我要的三张卡斯蒂、肖任问，带出这两张，哦，带出这两张，我跟大家讲，就抽支架。可是不对啊，为什么带出这两张，我要抽奖给大家嘞，对不对？拼贺亮德吗？我为什么要拼贺亮德？我又不是统一的。欸，其实也是可以呢，也是可以拼贺亮德。欸，各位，你们觉得我要不要拼贺亮德？拼到贺亮德之后呢？这一张贺亮德，这张拼到贺亮德，然后就可以拿去卖了，就这个产包算是不用钱。这也是一个机会，卡片不要是不是？对啦，我觉得拼不到啦，你看同一支纸卡这么多张，哇塞，我觉得不要，觉得啦，就中信兄弟的好不好？来啦，就这两张啦，肖任问卡斯蒂，肖任问卡斯蒂。好不好，各位观众，来，你们要怎么跟我赌？你们要怎么跟我赌？这样子好不好？如果中肖任问卡斯蒂的话啦，你们开啦，你们觉得要怎么赌？如果中肖任问卡斯蒂，我就抽支架，要不要？哦，不能开来赌博。吞球，你们这么希望我吞哦？各位，你说你们是不是很变态？你们真的很变态，干实况组要人家吞球，要人家花钱，你们真的很变态。你们的脑袋其实是已经很病态，你们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们就是变态啊！冲着你们这句话，现在你在聊天室打，你们打我变态，你们打我变态，你们打我变态，我就转让下去，好不好？来，看看你愿不愿意贬低你自己的人格？你们打我变态啊！你们都把自己的人格当屎吗？我变态三个字就这样子轻轻松松打出来，你们都不会检讨的吗？你们觉得自己变态都可以吗？新闻快讯：波浪服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沉迷于网络游戏《全民打棒球》，花光薪水，妻子去银行提款时发现账户仅剩87元，无法提领。哎呦，不错！我变态啊，怎样？干！新闻怪讯那个好笑，那个有戳到我的点，那好好笑哦，好变态哦。再来一则新闻怪讯好不好？多来几则新闻怪讯啊，我这边非常欢迎大家新闻怪讯。哎呦，不错。陈族照蛋最变态。
怎么是成竹照蛋啊？成跳蛋。来啊，我们来玩啊，猜拳啊，好不好？来啊，变态拳，准备好，来出拳，你打剪刀石头布，好不好？你打剪刀石头布，来，预备，开始啊！谁变态呀？你变态，谁变态呀？你变态，谁变态呀？你变态。可以再来几则新闻快讯吗？新闻快讯打得最好的那一个，新闻快讯打得最好的那个，我送他一个指甲，好不好？各位来，新闻快讯。现在有宝石啊，我现在7000个够啊。6000个宝石够啊，刚好一张就这样搞定了，对不对？刚打没有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新闻快讯。我这算暗示吗？不是暗示啊，我们这算互动啊。你看，你们这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你们，我跟你讲，你们都没有高级南部人厉害。高级南部人，第一个他会去学斗内，他会去想要打什么字，你知道吗？我欣赏高级南部人，欣赏高级南部人。刚刚在新闻，哎呦，不错、啊。想骗斗内，操你妈个逼！哎、欸，不要骂脏话好不好？我今天会这个样子都是你们惹的好不好？我今天会这样子变态都是因为你们好不好？要不是你们打三想看转让，我也不会去处置啊。各位，你们抖10元，我已经花了950元呢，当然怪你们啦、啊。输不起，对，我就是输不起。好啦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不要再斗嘴了，我们不要再斗嘴，因为呢，再怎么斗，我一定是斗输你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匿名，而我是露脸，所以我输不起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真正的转让就是会中你要的卡片，那这个游戏，这个时光台就有存在的价值。所以啦，我们要怎么躲？我一直很想躲哎、欸，可是我不知道躲什么。哎呦，不错、啊。你不是输不起，是搏不起。不是输不起，是搏不起。意思是说我无法搏起吗？各位，你们错了，我跟你讲，用过的都说好，好不好？可以快一点吗？我想开完转让去买宵夜。你叫我快，我就快哦。你没抖内，我还听不到声音呢。先去买宵夜再回来，我现在还是不转让，好不好？我想跟大家聊聊天。大家好吗？我们来聊聊天吧。新闻快讯：新北市一名陈姓网路实况主因受不了网友刺激，开台怒打手枪87次，直接抽钱往生于实况前。哎、欸，各位好好笑哦！我真的觉得谷歌小姐讲新闻快讯很好笑。新北市一名男性实况陈姓实况主。该打手枪。哎呦，不错、啊。哔哔哔，辣椒系统公告：陈老板在储值便宜哥会赞助，大家都在等，不要再拖台钱了，要12点了。
要十二点了哦，好，不好意思。但是我真的是我觉得很好笑，可以再来一个新闻快讯吗？哦，你看我开单通知，你今天从新竹飙回家 ，A695627，你可以用手机看啊，为什么要从新竹飙回家？那你家在哪里？你从新竹飙回家，对 啊，重点是你没有讲你家在哪里啊。今天不是舍不得大家，今天是因为我觉得新竹快讯很好笑，所以我在等待大家的新闻快讯。哎，十块钱而已耶，又不是1000块钱。Google 小姐是斗内啦，下方有个斗内。新竹快讯不是啊，讲错了，新闻快讯啦。不要抓我语病好不好？我连跳街都不会了，讲话当然是怪怪的、啊。我再等一则新闻快讯，我就开好不好？我再等一则新闻快讯。十块钱不是钱，那我950不是950哦。哦，他住苗栗是不是？清楚赶回苗栗。哎、欸，说真的，那个开夜车不要开太快，你可以在那个。可以在用手机在车上慢慢看嘛，对不对？用手机看就好啦，手机有退取版，各位你们有下载吗？手机的退取版可以下载。好、哦，新闻快讯来了。哎呦，不错。新闻快讯：一名不有名实况主于实况中疯狂脱台前，网友怒骂干骗钱。这个新闻快讯并不会很好笑。我哪有骗钱啊，十块钱而已，拜托啊。哎，新闻快讯出一题，不错。新闻快讯：陈姓实况精算师开台不露奶还要人斗内，真是过分。检调单位目前准备前往住处稽查诈骗。露奶，露奶才抖内，那我露奶，我这样就没有奶啊？为什么你们一看到奶才会抖内呢？你们真心喜欢一个人也是可以抖内，可以抖内聊聊天啊，才十块而已，又没叫你500块，你们也没钱好不好？来各位，因为这三则新闻怪讯我觉得真的蛮好笑的，所以我们来转账好不好？我漏掉你们就会抖内吗？抖内1000块我漏掉啦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讲错，这个不算。抖那10000块，我漏掉。人家漏个奶就1000、5000这样子，对不对？1000块买不到我的屌 ，sorry， 1000块买不到我的屌。1000块也没有办法收买我的人格。10000块可以买我的屌？你想太多了吧，拜托，怎么可能呢？哎、欸，新闻快讯又来了，注意。新闻快讯：新北一名男性实况主于今夜0点倒于电脑荧幕前，警方发现荧幕上显示一张肖刃问，后面两张黑卡，研判爽死的。太好笑了啦！好啦，各位，差不多了啦。我还是不太想转的、啊，你们那些对不对？叫我转让的，你们有真心想过实况主？没有真心想过实况主在等待什么吗？你们有认真的想过吗？你们都只有想说你们要看爽爽，对不对？
那我也在等爽爽啊。我在等新闻快讯，这样你懂了吧？我在等一个感觉，我在等一个可以让我转到自己想要的纸卡的感觉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感觉，好不好？好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的感觉来了，我现在要转。纸卡彭正明转让会变成肖任文或者是卡斯蒂，好不好？7538颗宝石，我们就给他转让下去。这个转让券是他送给我们的。OK， 我按的，我按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，那既然我按了。你们就来帮我加个油，哦，帮我加个油，一样，消卡风，哦，消卡风，消卡风，我说消卡，你说风，哦，我说消卡，你说风，三声就好，哦，大家大声的讲出来。哎，新闻快讯又来了。新闻快讯：某陈姓实况主因开台露屌被 TWITCHBAN 台，随后警方破门而入，将陈姓实况主送入精神病院。肖卡峰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为什么会稍微拖了这么久？哎，新闻快讯又来了。新闻快讯：兄弟挤进总冠军，陈姓实况组应该准备好恭迎四连亚，这个伟大的中华职棒史上的唯一纪录，要办庆功宴吗？四连亚，四连亚办庆功宴关我屁事啊！其实我跟你讲，最干这应该是统一师吧？统一师下半季冠军，不是下半季冠军不是他，但是他是下半季有机会的。就他最干应该干王柏龙，我跟你讲，他可能同一次人看到王柏龙就干一次，看到王柏龙就干一次。好了，各位，废话不多说了。肖仁问、卡斯蒂、封神这三张我都可以接受，好不好？这三张我都可以接受。来了，各位，第一次转让，拿出你的鸡排，插好你的甜不辣，准备在聊天室打干。各位，准备在聊天室打干。准备好了、哦、各位观众，让我们欢迎自己的纸卡自己转 Part 1 Lady Go。 哎，对不起，还有一关可以交易的卡片，你要进行转让吗？是的。干声响起， Lady Go。Joke， 我有了，用不当，没有关系。Second， 第二次啊、哦，再次协商，2000个宝石给他。肖任问、卡斯蒂、封神，我们都可以接受，都可以抽奖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。各位股东，我知道你们是爱我的。来，把结印拿出来。各位股东，把结印拿出来。在聊天室打上结印。Boss hand。对，谢谢。谢谢股东。所有股东都要学会用图哦。哦，谢谢。对，打上结印。打上结印。我需要大家的支持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了，各位，肖任问、卡斯蒂、封神，来，第二次转让 ，Go！
大虎中的大虎，放假的大师兄。各位，这个转让到现在都没有转到好卡，这游戏能玩吗？这游戏不友善，这游戏一点都不友善，各位你们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用08恰恰转让，我如果第三次中08恰恰，我跟你讲，我一个月不开台，不对，我一个月不除职，我一个月不除职，我跟大家讲，这太扯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中08恰，我一个月不除职。各位观众，第三次，来喽。肖任问卡斯蒂封神，中个投手，大家好开心。肖任问来准备了，再次协商4000点，我只要肖任问，我只要卡斯蒂，4000个宝石给他。各位观众，肖任问，你再太久不开台，我考虑要退订了，老板。老板 UCCU 没过，没中，没消卡，吞球，吞棒，吞支架。950块钱买这个宝石，然后呢，他送我一张转让券。一般的小户就这样子花了的钱，然后呢就来转让。就转让之后呢，跟大家说个笑话。通用卡片他通通都有了，到底转让个屁啊。各位帮我来一封新闻快讯。新闻快讯，台北市某诚信实况组于游戏中转让，导致身体不适瘫倒在桌面上，警方已前往处理。请帮我发一个新闻快讯。都懒得。祝贺吗？不要祝贺了，太难受。哎，好吧，各位，有德武还是勉强可以干嘛？勉强可以来做一个转让，不是转让啦。我这边有一张德武。哎呦，不错。哈哈哈哈，波浪符再来一次，波浪符再来转一次，怕你不敢，波浪符小二小二小二。不是不敢，是没卷。OK。德武老兵，我们要把他老兵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老兵要传授的就是他刚刚中的这张德武。欸，但是我们要先怎么样？先把他来个五等，先把他来个五等。哎呦！哎，好，没有关系，有一个免费初始，再给他跳一下。
没有过的话，来再出十，有没有五等？好，五等给他，五等给他。这边是自走炮，这里要开什么？自走炮开到了，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来合掉好了。传授哦。如果这一个传授跳背的话，就抽支架一个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来准备了哈，各位来，得五跳背 1.5 Go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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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两张纸卡都直接跳背，好游戏。这游戏之所以好玩，就是因为不用老兵四千点 ，Good game 再战十年，哈哈哈哈！老兵成长漂亮 ，Mantelo， 呀，好开心啊、哦！舒服啦啊，舒服舒服舒服。哇，跳背省钱，你们看到？哎，这个放 DH 得五打自走炮很强哦。好，放爆管枪。哎呀，舒服舒服。哎，虽然说没有过，但是现在我要来开一个纸卡，我要来开一个纸卡。肖刃问卡斯蒂封神 Lady Go。怎么办？起风没有药啊！挫赛，我是不是应该要？是不是应该要刚刚把黄忠义留下来才对？尴尬了，这可以再选吗？我要保留谁？哎，不是、啊，我要保留黄忠义，不行，保留洪启峰。我保留他干嘛啊？啊，我好像有点错误了。好吧，这下就是看明天他给我最后一张是什么了。好，看一下我今天还有什么道具可以玩的，没有了。好，该玩的都玩了，打球也打了一场，输掉了。